这收口再打开啊，这是要过程，打开的过程好美。这个戈壁滩上还有小动物，五星红旗飘起来了。我是神舟十三号，我已安全着陆。这是我们国家强大，才为我们搭建了这么高的工作平台。我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。真的是很开心，很开心，所以给大家报个平安。同时呢，我也想跟我的女儿说，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。首次飞行就长达半年之久，我也实现了飞天梦想，可以自豪地向祖国报道。